帅哥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建荣家园，你知道在哪吗？建荣家园就这儿。我找好多去那个不？啊，好像是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儿吗？那你在拍我呀？我技术生活，你不用管，我没有个，我也来这。好吧，今天出门玩。这推。啊，哎，推开一下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挺巧哈、啊，确实挺巧的。进来呀！进来干嘛？赶紧穿衣服走了，接你。什么事儿？不接你朋友吗？他打车过来。他打车过来，你让我来干嘛呀、啊？哎，你过来呀！我过来。你对面房间退了没有？啥事儿不能？对面房间说呀。哎，你声音这么小干什么？那为啥让我进屋？那个，你对面房间退没？对面房间没退呢，能不能把我那同学安排到你那屋去？可以把你同学安排到我那屋去。嗯。哎呀，我俩普通同学，我害怕他跟我在一起住的，我就方便住呗。那你折腾我来干嘛？哎呀，我他要是跟我在一起住，不好意思，那你放你房间。不是，那既然关系没那么好，那为什么还要联系？他知道我在这边，然后他路过这儿想找我玩一起。行，那有还有我事吗？嗯，就是你把你房间腾出来就行。行。然后你到时候你自己随机应变吧，你自己搁哪睡。我跟他说咱俩已经在这个屋过上了，是不是？啥呀？不是。然后你只能去那个屋。不是。那到时候随机应变行不行？到时候再说。OK。你朋友到哪了？应该到楼下看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走错了。啊啊，没有，就是这样。老公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久不见，毕了业都没见过。啊，进来进来。这是我。我是季然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就是我大学同学。啊啊啊 ！Hello， 刚才我俩见过面了。对，刚刚我在楼下。对。你给你朋友拿鞋啥？对啊，别着急，拿水。你吃饭没呢？没有，刚下车。你走，咱出去吃点啥去？啊，不用，太冷了，要不在这儿行吗？在这儿吃。在这，我你来还能订外卖。你想吃什么呀？我都可以。在那我就看着安排行吗？那个整点皮皮行吗？我说。那个叫什么一杯哦，行，那你俩先聊一下，我张罗去了啊。好，行好。嗨。啊，嗨嗨，有事吗？我能进去吗？啊，你进吧，请进。啊，我给你收拾这屋，然后你是在这住是吧？对。我想借个卫生间。那屋不是有卫生间吗？怎么？我提前适应。行吧。我想问问你跟小青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朋友，他没跟你说过吗？他是没有啊，那只是朋友吗？朋友，我只能说到这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卫生间那灯在哪开呀？不，这样两句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不是，你关门，关门。你进来一下呗。我，你上厕所，我进去干嘛呀？冲水在哪呀？冲水不就在这了吗？就那个啊。啤酒到，馋死了！我上厕所呢。我上厕所，呢。见我不知道啊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干嘛呢？你出来呀、啊！我操！等会儿你把那个东西放那吧，我一会儿过去帮你拿。你不买东西了吗，青儿？你怎么回来了呢？我让我订了，放外边，一会儿送到。啊，你同学呢？我还要问你呢，我找不着了。我哪知道啊？我上哪知道？你怎么问我？你给他打电话。那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你看啥？啊？你看啥？干嘛呢？我啥也没看。嗯，那我给他打电话。放哪儿？哎，去哪儿了？我刚去哪儿了？学烂了，给我放这。这个是咱们的吗？是吧？是吧？刚刚来。对。嗯，赶紧入座吧，入座。好。嗯，热死了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既然去哪儿了？你朋友，我看你朋友去，他好像喝多了，睡吧。嗯。
你干嘛来了？我回去收拾屋都不方便，那明天。啊，没卫生间，进来吧。你进来，你等我一下呗，我上个卫生间。我等你。嗯，你等我。我等你，我收拾屋我就走啊！我合计你喝多了不方便。啊、咋的了？我脚崴了。怎么脚还能崴了呢？啊，不知道，快扶我一下，快扶我一下。你走不了了。走不了了，扶我一下。你慢点。哎呦我天哪，那太滑了，滑了一下。坐、嗯。哪条腿啊？这个，谁呀、啊？我干嘛？啊，我睡了呀，小青。啊，你看到电脑吗？我没有。嗯、那个，等一下。他没在这儿。不在这儿。那应该找地方睡去了。对，那个，你早点休息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好，晚安。你搁这坐着干啥呀？把这吃了。谢谢啊，有点头疼。喝多了吧，昨天。谁呀、啊？行，你没事休息吧，我走了啊。等会儿去啊。咋的了？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进来就行。你啥事儿不能直接说？瞅谁呢？咋的了？我同学找你了吗？同学没找我，找我咋的了？他管我借钱啊。借钱？借什么钱？他说他老家那边有个项目。啊。对。啊，有项目。嗯。不能借，不能借。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。哪边？不能借。我借过。啊？我借了。你借过了？嗯。那你再放我这点呗，我这有项目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没跟你开玩笑，啥事儿啊？你就信了？他一直跟我说，那你都自己都决定，你还跟我说啥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先斩后奏的事，以后这事别找我啊。嗯，你干嘛去？不是，借多少钱？4万。有字据呗？没有。干嘛呢？瞅你就来气，别烦我了。你咋不上商场等我呢？搁这等我多冷啊！哎呀，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走丢了。行了行，快走吧，走。不，你要带我去哪逛啊？这不就商业街吗？可好了，啥都有，走吧。你啊，让我等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不成我啊？啥不成？我带你买衣服行吗？你看我手，你冻的，我看你手。我手咋的了？你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还行是吧？挺好看。嗯，这挺适合你的，这都太贵了。没事儿，你贵贱的，你不得买个保暖的吗？厚实的，我有卡，不用担心。你这么贴心啊？啊、嗯，还行吧。去试一下，试一下那个。今天两个号啊，好，谢谢。去吧，去吧，晚上出来找我啊。谁呀、啊？这是朋友啊。你没有时间找我，你找这朋友？你别有病啊！我挺忙的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别忘了。知道啦，行了。正事儿啊，那可是。知道了，一会儿下班。等我啊，一天神倒了。一共是18700，然后咱们是刷卡还是打八五？哎，叫你呢、嗯，刷卡还是赏你啊？啊？你啊啥？买衣服给人钱？管我！你不是有卡吗？不，我有卡咋了？我有卡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？不是，那不是你来带我逛的吗？你不是有卡吗？有卡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有卡就得给你买啊。那不是你带我来逛的吗？你这是真有意思。我带你逛咋了？我带你逛就得非得给你买东西啊？啊？太吵了呢。没你事靠边啊。你咋找过来的？你来正好，你看看吧。你同学买衣服给钱，嗯、不知道搁这等谁，咱快点呗，怪尴尬的。怎么吵吵？啊，你是能没钱买不？我发现你搁这又挑又试的，抓紧点呗，搁挺尴尬，一堆人瞅着那都。我不是没钱买啊。你没钱，你快点给啊。哎，好了，别闹了，多少钱我来付。你是不犯病啊，赵文琴？你干什么？不是你圣母啊你啊？他是我同学，你干嘛这样？同学骗你啊？那突然联系你能啥好人呢你啊？你又凶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并没有发现。你是不是没钱 ？OK， 没钱我有。我哪得罪你了？我告诉你哪得罪我？你现在把欠小青的原封不动还回来。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毕竟你还是他同学啊。要不我就找专门抓你这种人。我听说查挺严的，最近查一查你啊。过去了。等会儿。干嘛？以后离小青远点啊。哎，衣服没拿呢。
我都忘了，行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我找你有事儿呢，晚上。啥事儿啊？你找我，你能有啥事儿？吗？过一阵儿的啊，挺忙，最近没找。忙啥呀？忙着交朋友啊？你管呢？赶紧回去啊，挺冷的。我给你送衣服，刚买的，包起来了都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不生气。我没有，我这不还哄你呢。放这吧，你出去。我是。你不是说我不好吗？你不是说我老毛病犯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那不都说反话吗？你看，我不那么说，他能还你吗？别以为这样我就不生气了。那咋整啊？那你说反话气我行不？你也气我。我最讨厌竟然，啊，最恨竟然，我再也不跟竟然好了。若把你比作歌，歌写的我唱，免费走，很顺手。